基督教、天主教、犹太教，上帝爱世人，神爱世人呐。佛教里面，佛菩萨一片慈悲，这个地区大多数人民信仰伊斯兰教，我们邻近的马来西亚跟印尼，印度尼西亚都是回教国家，他们的经典展开每一段头一句话，安那确实是仁慈的，他们称上帝称安那，所以世间宗教再多，它的根本是一个，都是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智慧、仁慈、博爱，这根本啊。宗教教学的目标也相同，教人互相尊重，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。他不分国家，不分族类，你看看哪一个宗教传教的时候有没有限制啊？你不是我这个国家的人，你不是我这一族，你不可以信我的教，没有啊，每一个宗教都传遍全世界啊！你看看他们确实是平等的，唯有啊，用教育才能够达到和平。